眼镜生产要智能，就在埃科机器人。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埃科的展台前。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埃科的刘总。刘总你好。哎，你好。你好。要拿话筒吗？你好，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贵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主营的产品有哪些吗？好的，好的。我们埃科是在位于广东佛山。我们是一家专门专注于眼镜细分领域的一个智能自动化公司。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主要是给眼镜企业解决的是人机器换人，然后其能生效的这种一个整体解决方案。那我们公司主营的产品主要是围绕着眼镜有两大类，一类是围绕着注塑镜框然后展开的自动化，另一类是围绕着金属镜框展开的。那注塑这一边，我们有全系列的放铰链、减水口、磨水口、抛光，整体系列的都有。金属这一块，我们有智能自动化的一个送焊线的系统，自动焊接系统啊，也是为行业，应该是在这个行业改变了一个传统的十几二十年的一种传统工艺，啊，是。那么在今天展会现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产品呢？这次展会的话，我们传承了以往的一些标准的机型，但是重点推出了一个围绕着注塑镜框，重点推出了一个自动拆片的机器，也是这个行业当中困扰行业蛮久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去拆片，它会烫手、会压伤，然后以及会压膜，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这边的话，就解决了用机器来换人，然后达到一个用机器全自动化的一个操作，不需要人工参与。如果24小时进行的话，白班夜班两班进行就可以省掉两个工人。那对企业来说的话，投资一次性投入可能一年就回本了。嗯，那您说的这款机器是哪一款呢？我们镜头可以拍一下。是在这一边啊，这一款机型就是今年推出的一个全自动机型。哎，你好，拍一下啊。那它主要是实现了自动取产品，接下来就是自动放铁片。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智能化呢？传统的在这个机器旁边必须要做一个工人，把产品拿出来进行在上面去进行去作业，去脱片，啊，进行剪水口。那你有看到我们这台机器旁边一个人都没有，那它就由这一台六轴机器人来执行所有的动作。那像这样一台机器的话，它有产量是怎么样的？产能和原来的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注塑它有一个工艺，那我们的工艺保留原有的工艺，只是说简单的把这个人员节省下来了。那我们用机器标准化作业的话，就可以解决了传统的一些人员操作的信息不稳定啊、压膜啊，或者造成一些工伤的一些危险，那我们用机器人来解决，就彻底解决了这些风险问题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新机器的一个投入到市场，那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是市场上一个刚需来的，那行业当中期待这个产品的话，可能也就是一直都给我们提出很多这个需求。我们研发了两年，然后今天是正式推出，在这一次展会上面，我们今天就已经接了差不多10多20台，可能接近几百万的订单了，就今天到现在为止。嗯，对，那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像这样的一款机器，我们还会通过哪些其他的一个方式或者渠道去进行一个推广或者是宣传呢？我们会经过这次展会，实际上行业当中可能大部分都能了解到，然后我们也会通过行业的一些广告平台包括协会去分享这一类这款新设备，为行业能带来一些帮助好的。那都说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原动力，那么在接下来的下一年或者下半年，我们在创新这一块方向有没有一些发展的一些规划呢？有的，我们公司实际上在这一块定位就是在眼镜行业深耕细作，所以说会持续的投入大量的研发和创新。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在注塑的镜框的末端生产的末端会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自动喷涂、自动点油漆这一块是大量需要人工的，而且未来可能这一块的人工很难去再去招聘所以说我们下一步的重心会放到末端眼镜生产末端喷涂。那
好，不用，谢谢。